是说走就走，昨天讲完，今天就出发了。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的差别，一个是游乐园小天后，然后一个是我啥都不敢做，刚刚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还是从头湿到脚，不过好好玩哦。慢慢的也觉得真是舒压呢。我吃了，真心觉得除了价格真的偏高之外，餐点大部分都是在水准之上的耶。找到了一个我认识了十年的好闺蜜，然后因为她现在住在桃园，然后呢起因是因为呢，我昨天在跟我的好闺蜜聊天，然后聊一聊之后呢，我们就想说，哎，很久没见了，是不是要约个吃饭之类的？说，哎，好想去六福村哦，嗯，然后我就刚好手中又有两张六福村的优惠票，就跟她说，好啊，那走啊，可是说走就走，昨天讲完，今天就出发了，所以呢。先坐火车去桃园找他，然后我们再开车去六福村，好期待！跟他大概最后一次去六福村是高中了吧，超久的。我们到桃园啦！暑假到了，这次主要带大家去看看暑期的六福村有什么特色主题，还有来吃吃看六福村的餐点，看看到底是不是游乐园的餐点都是卖观光的。终于到六福村啦，天气也太好，超级热又超级晒的。那我们准备要进乐园啦。哈，跟大家说一件很智障的事情，我们刚刚呢好不容易通过了售票，走进来准备要进入第一个阿拉丁的这个主题了，结果我没带手机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又要在顶着大太阳走回去车上拿手机，辛苦了我的闺蜜。拿到啦，好智障的。好啦，终于可以开始玩咯。首先呢先到阿拉伯皇宫区，结果发现好几个游乐设施都在维修，那只好坐坐温和的旋转木马当开头咯。欢迎光临阿里巴巴世纪大道。接着到南太平洋区，马上就看到游乐园必备一定会是的火山历险。还是等等再来吧。一个转头看到了海盗船，感觉海盗船呢是鉴定来游乐园敢不敢玩的一个标志，虽然怕怕的，但就上吧。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的差别，一个是游乐园小天后，然后一个是我啥都不敢做，刚刚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继续走着来到了著名的美国大西部区，相信有来过六福村的人都知道这里有六福村的招牌笑傲飞鹰。我的好闺蜜说要来玩这个，对，闺蜜已经决定要上去玩了，我这胆小鬼应该要舍身取义吗？没开，结果遇到了两点半到三点进行设施的维修，看来可以晚一点赴刑场了呢。空闲时间就来旁边乡村风格的餐厅汉堡店吃点东西吧。啊，里面有冷气，好爽。不过我们真的被热到太没有食欲了，就点个起司薯条还有奶茶来帮大家鉴定一下吧。起司薯条很好吃哎，它是马铃薯的厚薯条，因为是现炸的，所以非常的酥脆，也不会炸到太干。起司的部分呢，不会太粘稠，即使很热也不会感觉到很腻。一份89元，偏贵，但至少是好吃的，给赞。不过奶茶的部分就真的很普通，是用粉泡成的那种奶茶，并且呢没有加冰块。所以很不消暑，一杯要60元，真心推荐。夏天来的话呢，还是喝气泡饮料，感觉比较消暑。吃完之后休息片刻，设施也维修好啦。哇，还是很多人在排队呢。据说恐怖设施最恐怖的时候都是在等待的时刻，真的好紧张哦。咦，在等待的时刻竟然有惊喜。遇到了非常多位同是实况组的朋友们，也太巧了吧！终于轮到我们了，
希望等等下来魂魄还在。好，不在了。后来我们还去玩了激流泛舟，还有火山历险。虽然买了可爱的长颈鹿和斑马雨衣，还是从头湿到脚，不过好好玩哦。慢慢的也觉得真是舒压呢。我湿了！啊！你们看，它喷气了！啊！给大家看一下。最后就是要来体验一下，这是暑期的特色商品了。翻开导览本后发现有好多，于是呢我们就挑了几个来吃。首先是海洋甜甜圈奶昔和闺蜜推荐的香鸡排。奶昔真的很好喝耶，口感上浓密，奶香很充足，但是呢完全不死甜，还有加上一些小碎冰，让它有点像冰沙的口感。香鸡排的话呢，一份是99元，跟外面比起来呢还是贵了不少，非常快就给餐了，不会浪费时间。分量不大不小，但是稍微偏薄，口感上呢其实很好吃耶，蛮意外的，不会有放很久皮软掉的那种感觉。接着是海洋珍珠吉拿棒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因为呢是现做的，咬下去超级酥脆，搭配蓝色的糖粉还有白色的珍珠糖粉，不但呢卖相变得很好，也让吉拿棒吃起来层次多了不少。不过缺点除了贵，一支要109元之外，糖粉呢只有在上半部有，下半部就是一般的吉拿棒了，有一点可惜。最后来到广场前，准备看6点整的部落狂欢表演，买了一杯一样是暑期限定的产品——珍珠蓝柑橘气泡饮。我跟闺蜜呢都一致认为这是我们今天喝到最好喝的饮料，一杯85，气泡调制的刚刚好，喝起来很顺口，底部还有果料，咬下去会爆开，更增加了气泡饮的鲜甜。我们就这样边喝边坐在楼梯旁看着表演，结束了非常开心的一天。本来以为游乐园的餐点都会很雷，不怎么样，结果这次来六福村，真心觉得除了价格真的偏高之外，餐点大部分都是在水准之上的耶，让我非常的意外呢。希望让大家有机会来玩的时候有个参考值咯。好啦，跟大家说拜拜咯。我湿了！分手了！真是太棒了！前面感觉很刺激哦！哇！我被炸了！哎，我们要撞到了！我们要撞到了！我们要撞到了！没射到！要死了，掉真的掉真的要死了！啊！虽然我们看起来很正啦，但是啊，好，放弃，等一下再拍。